什么是做小小的？小朋友们口中的考试，就是六月底大林慈济医院将接受评鉴。孩子亲手做小小冰点心盒，帮爸妈加油打气。孩子们发挥创意设计，每位小小冰造型都不同。最近大家为了评鉴，就是比较忙碌，然后几乎很多都是很晚才下班，对。所以还蛮感动的。一路上，小朋友们提着重重点心盒，终于来到父母工作地方，却发现妈妈开会去，不在座位上。妈妈终于回来了，孩子边擦眼泪边送上点心盒，因为他怕妈妈饿肚子。每位同仁都是医院最重要的小小兵，而这群孩子就是他们的铁粉，对于爸爸妈妈超有信心。大爱新闻吴玉芬、曾雅文、林欣彤嘉义大林报道。